粉丝说我再不撤这个东西就要把我给炸了。听说我卖的北京烤鸭被人测评了。嗯，嘎嘎香，是嘴里边又酥又软，然后还带着点微甜。看差评，三无产品，跟干妹子吃起来像塑料子一样。买了新款到手一盒净材料300克，这是由来自新疆叫79不火了的粉丝艾特我测的，说你再不来，信不信我把你的评论区给炸了？下面全是粉丝们在艾特。最近也总有粉丝埋怨说已经艾特我了，怎么还不撤？兄弟们，咱们说话得讲良心吧。你们艾特我以后，我得下单吧，然后还要等物流，咱得给快递一些时间吧，你得给我一些时间剪视频吧。你们只要都艾特了，呼声高的师兄一定会测的。宠粉这方面，师兄啥时候让大家失望过？只求大家能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赞关注一下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先看配料表，里面有食用大豆包、白砂糖、食用植物油、淡鸭通干、食用盐、香辛料和一些食品添加剂，保质期8个月，产地广东揭阳。三无产品，它上面的资质、产品标准号还有食品生产许可证都是有的，不是三无产品。碰感膜纸捏起来确实有点干干的，汁水也不多，但这辣条有太多的油也不是好事，吃起来像塑料纸一样。尝一下，吃起来口感确实跟塑料纸一样，有点干巴，甜辣味，但是甜味太多，基本上没辣味，不算难吃，但总体感觉一般，综合评价。